吴绮莉有多恨成龙与林凤娇，从小龙女本名可以看得出来。几日前，女儿吴卓林报警，令吴绮莉涉嫌刑事恐吓一事，吴绮莉召开了记者会，期间吴绮莉不停落泪，恳求传媒给她空间处理家事。吴绮莉称，女儿吴卓林现在由自己的朋友照顾，很安全，她只是暂时离开香港去一个短途旅行。每每看到关于他的新闻，我都不禁唏嘘。吴绮莉在童年女星在算是老得比较快的一个，图上44岁的吴绮莉与身边53岁友人翁静晶状态形成强烈对比。但其实吴绮莉是亚洲小姐冠军出身，年轻时候的她还是很漂亮的。正是这样年轻貌美的她，让成龙大哥一见倾心。据说当年的吴绮莉和成龙是在派对上认识的。第一眼看到以后，成龙就跑来和她搭讪，还一下就叫出了她的名字。对此吴绮莉表示不明白。后来成龙告诉他，你是亚姐，你去问问香港谁不知道。两人认识后，很快成龙就对吴绮莉发起猛烈追求攻势。网络上某真人秀制片人朱茂文一篇名为曾遭万人虐的吴绮莉，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的微博，让我们得知当时事情真相。女人是情感类动物，面对这样的恋爱攻势，就算是石头也开花了。小龙女士跟随母亲姓氏，本名吴卓林，曾有文章说到卓取卓越超越之意，林林凤娇，成龙妻子。或许吴绮莉是希望女儿比林凤娇的儿子要出色。2014年8月14日，房祖名因在北京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被捕。当时记者采访吴绮莉，吴绮莉表示不管他的事。但小编个人认为，姓氏吴也代表这吴。而吴卓林这个名字的含义会不会是表示不想打搅林凤娇的生活，你放心，我女儿不会和你儿子争的。